叶子先选的你，他肯定会觉得对你稍微会有一些不错的想法和感觉，是啊，对吗？是啊。那如果他也不会选你，对吗？啊，那他不会说会选悠悠呢？同样都是型男，他为什么选择的是你而不是悠悠啊？嗯，对吗？就是你要对叶子会好一点，就是我希望就是。但是你知道我的感觉是。你是对叶子没有感觉还是？就是他，我对他本来就没有感觉，他本来就不是我喜欢的型啊。所以，而且加上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感情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而不是说就是我想要做效果，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人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是我没有很喜欢，但是我要装作哦，其实我很喜欢你这样子，我知道吗？对，我知道，我要演得出来，但是我没有想要。但是未来如果你要不足，而且我也不想要让他会错意思，就是觉得对。如果叶子要不我画你 CP 的话，你是一直要接下来的时候是不要跟叶子在一起 CP 下去？是没错，所以啊，所以我会觉得说是那。我到下周，那我就尽可能我会赢，那我就保他，就这样子。没有，有可能下周就是有可能你们是一个共同体，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是没错，啊。对啊，是共同体啊，你要保护他。那你同时样的一个道理，你跟他组成了一个 CP， 你要照顾他，因为他毕竟是女生，在一个别墅里面，女生很需要男生的照顾啊。是，但我对我的概念是觉得说，我不想要塑造出就是哦，我好喜欢你这个人，但是我对其他女生也这样子，那觉得说妈你是怎样，那么花是怎样？但是我会觉得说。我想要我的个性版就是你喜欢女儿，就你喜欢不是我现在我是觉得说我喜欢是照顾每个女孩子，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大家不需要每个女孩都要照顾，因为每个女孩都已经有了自己的 CP 了，有了自己的男人了，有了自己的什么所谓的人了，大家都不需要你去照顾了，所以说你现在就只要照顾你好意思就好了。可能是这样，但对我的感觉就是我不想要觉得说是我啦，我自己啦，我自己想，我比较想要做我自己一点，就是我觉得哦，女生流泪了，那我觉得拿卫生纸给她，她冷了，那我觉得就是拿一件外套给她，她需要怎么样我给她怎么样，我不想要就是哦，我只能对她好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我毕竟我没有想要跟她为交往为前提，对我来说啦，就没也没有让你是我懂你的意思，你就是在这里面去搞。就不是去搞，就在这里面你要去照顾他，因为你俩现在是一个 CP 了 ，CP 要有 CP， 什么叫荧幕 CP？CP 也跟叫荧幕情侣一样，就是你要，就是让大家觉得你们俩很合拍，很有默契。嗯，因为很多东西是要很合拍、很有默契之间去产生的。你像刚刚悠悠一样，就是他选的明明是你，但是倒酱油的人是悠悠，而不是你。啊，再讲一次，就是他明明选的人是你，但是倒酱油倒那个调料的人，明明是悠悠不是你，那为什么呢？我反正对主，我对主反正就不在行，我不知道。对对对主，但是你可以去很多东西去关心他呀，就这样子。就是我既然我觉得组成了一个 CP， 你的。世界里就觉得这个 CP 你们俩要慢慢互相了解，慢慢变得很默契，是而且在接下来的比赛有可能你们俩才会赢。是啊，万一接下来的比赛考的就是默契呢？那你们不现在互相了解，不现在怎样的话，那接下来的比赛你们怎么能赢呢？对吗？那如果换了是，比如说我们俩组成 CP 一样，我肯定会让你了解我，我也要了解你。万一接下来的比赛要考默契怎么办？你这么不想充分去了解叶子的话，那你接下来的比赛如果一旦考到默契，你说你们俩怎么办？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星座，我都知道你什么星座，你是天秤座。我知道什么星座，我也知道他什么星座啊。对啊，就是我说你们要，我们有互相了解，只是我会觉得说我不想要，就是造就是很像情侣，就是除非我真的觉得跟他搭档，我觉得就是哎真的搭档不错，他对啊有其他的情愫在。